是台湾沃克罗萱，现在就和我一起 Walking in Taiwan。走进南投水里上岸社区，这个靠山靠水的山中社区，历经地震与土石流的破坏，居民却依然安立在这个家园。有人形容他们呆，但他们说自己是两个呆，呆呆。到底这里有什么魅力，值得让他们留下来与自然搏斗呢？社区有一位老五卢正旭，可是最佳的例子。卢大哥，好险你不姓王哎，不然就是王老五。哦，因为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啊，我排行第五，是你的老五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你今天是要除草吗？哦，对啊，因为客人离开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整理环境，然后让下一批次来的客人会觉得很舒服。很棒的理念呢。可是你们这样除草的话，不是有点呆吗？因为用人力这样，为什么不用除草剂，这样比较快啊？哦，因为如果用除草剂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农药，其实对我们的客人其实是有伤害的。嗯，你把它撒在这个环境里面，那如果像小朋友啊来这里玩啊，他也会碰到农药，那其实对人是有危险的。所以原来用农药害自己才是呆呢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其实那个是不理智。那我来帮你倒洒缸好了。哦，好啊。大哥，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感觉好像是在日本或是中国的那种唐朝，哦，因为后面这个屋子真的很有设计感，嗯嗯，白墙啊，木头啊，嗯嗯，黑屋啊，感觉是很有怀旧的风格。对啊，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房子，嗯，然后我再请朋友来帮我盖这样子。哎，那我的理念其实不是说一定要仿日式的，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东方建筑的概念。哎，对，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想要盖的是我小时候的那个居住的生活环境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台湾乡下早期的房子，哎，大概都是盖瓦的，然后还有就是说是白墙的啊，木头做成的。那才是。对，很有设计感哎。对对。是本科系的吗？哎，不是哎，我是念气管的。气管。但是对建筑很有兴趣，okay ，所以就自己动手设计啦。对。卢正旭放弃银行稳定而高薪的生活，在上岸这里开民宿。有人说他呆，竟然当起金融业的逃兵，但是能逃到这个世外桃源，现在看起来反倒是一件值得的事。卢大哥说，其实他的民宿没有设计图，只是把小时候看到的乡间风情再盖出来而已。但是走进房间，处处可以看到卢大哥的生活哲学，像是木窗、木造橱柜、合适坐垫，都有他的巧思。一打开窗户，似乎就可以看到卢大哥甘愿当银行业逃兵的原因。我希望把民宿打造成一个，就是说符合现在都市人他所需要的一个休闲的空间。那像一般都市人现在其实很缺乏的就是说自然的体验啊，或者是农村的体验，所以来到我们民宿，我们就可以提供他可以在民宿里面可以抓虾子啊，可以赏鸟啊，看萤火虫，好，然后到田园里面可以他可以去采果啊，好，看各种不同季节的水果的生产，这样子。卢大哥，你现在揉这个面团是要做，把它压扁是要做披萨吗？不是我现在是在做馒头做馒头。对。为什么？我们在早餐的时候都会供几个健康养生的馒头给客人吃，这样子。是哦。对对对。那这样就是客人吃的会比较健康。对啊对啊，因为我们这个馒头是全麦的，然后加上像有机的南瓜啊，或者是红豆啊这样子。再来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到后来会用灶去蒸。用灶？哎，为什么用灶？用灶其实就是说，是我们小时候的一种煮东西的方式。嗯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这个漂流木啊，或者是山上的木材可以捡。就可以拿来一起烧这样。对对，用灶煮出来的东西口感比较温润，然后会比较嚼劲比较好。对啊对，这是一个很养生的概念，而且游客也可以体验得到。对，那我们来帮忙做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来来。
翻面。翻面。科技一直在进步，但是却往往让人想要回归自然。像在卢大哥的民宿，就让我有一种想要回家的感觉。这个啊，就是台湾传统农村社会的灶，阿嬷时代的瓦斯炉，可以在卢大哥这边看到，真的是令我非常的惊喜。因为卢大哥现在又用它来蒸馒头。南瓜馒头、红曲坚果馒头，除了这些健康养生的全麦馒头，我在卢大哥的民宿还享受到他亲自酿造的有机葡萄醋。因为不撒农药，所以卢大哥还能端出一道道没有农药的蔬菜。也许卢大哥对小时候的印象，应该是那一个农药还没有发明的时代，一切都是自然，一切都是有机吧。经历过几个这个像桃枝台风啊，或者是921的这个灾害之后，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房子垮了，然后堤防呢也倒了。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，就是说人类的力量其实是很有限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以这样子的一个反思为出发点，我们希望以比较尊重大自然的方式啊，来营造我们这个园区。那要讲自然，要就必须去崇尚环保。那环保做好之后，就自然会有这一些有机或者健康的农产品就出来。卢大哥把民宿经营当作其次，他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让更多人了解这生态与人生活的密切关联，所以卢大哥也常常会带客人到附近的有机葡萄园、梅园赏花或采果，或喝喝当地有名的圣风茶，让游客了解上岸的自然农耕产业，并且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爱待在上岸的原因。下次一定要认识那个叶子长什么样子。哦，对啊，好好做功课一下。谢谢。上岸社区的居民啊，经营休闲产业的人都像卢大哥一样，他们都会引导客人，介绍客人认识更多的上岸社区。我想这样的情感跟互相交流的心，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共同面临过生死交关的考验吧。坚持为了自己的家乡而努力，这就是上岸社区的居民待得令人疼惜的心。没邻居，无厝住着，真的靠自己哈，把这个危机变成转机。